到现在，你都咱也做感谢你，搁一届你，伫热的天气，而且组织阮里面的跑者，阮的这个中间，搁一届将你的听天天伫阮的心中，透过你所使用的歌声，我很深深感受到，主你实在是阮的上帝。主啊，你伫即时搁一届开启阮的心，阮看到你的光，体验到你的启示。听到你的声音，愿你啊，搁一届对阮讲话，将你奥妙的知识，你奥妙的真理，生命的道理，放伫阮的心中。愿搁一届体验感受，也通伫这中间搁较深的一摆。献出阮的时间，基督拢想到最后所提到的名。阿门。咱今礼拜开始，咱要进入。这个古约的这个小圣经的册，就是这个何西阿书。咱会记得咱顶礼拜进前，咱已经将这个使徒行传读煞。咱也有若有这个记忆，咱会记得咱顶届咧讲到这个保罗的这个旅行烦恼。唔知咱是不是嘛有这个感动，想要来组团啊？吼，咱要来去参加这个。好，即个第一次旅行传道吼，即个整个书读结束了呢，咱今年要继续来读的是圣经，即个圣经册，坦白讲是遮尔啊好读，总是咱在了伫即个时间内面，咱要来介绍，要来分享，伫即本何西阿的即本圣经册内面，要甲咱开听啥物款的启示甲信息，真拄好，因为咱差不多这个前几礼拜，咱的这个基督有这个过这个，咱讲这个大寮啊节吼，祝鹏节啦吼，咱讲大寮啊节吼，祝鹏节。所以咱趁这个机会，我就经这个高中吼，伫咱这本册高中的这段经文，伊要甲咱讲伫这个大寮啊节，就是这个祝鹏节内面的伊的真济换的信用的意思。当然，咱要介绍圣经啊吼，咱要介绍这段经文，凡是咱有这个需要，就是咱应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或者了解，就是以色列的整个历史。当咱了解这个历史的时候，咱就知影讲，伫这个历史中，圣经怎样扮演面的角色，怎样伫这个中间来开启上帝话，对迄个时代的百姓来讲话。所以咱有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咱来看。因这个以色列王国的历史，咱知影第一位的国王是啥物人？就是扫罗对无吼？扫罗对无吼？扫罗，然后呢，扫罗以后就是大卫，吼，然后就是大卫。咱知影大卫真重要的是大卫，伊做王的时阵，咱虽讲真熟这个王，总是咱知影伊伫国家这方面的贡献真大的所在，就是伊将以色列的这个北边甲南边这两个。这个地区甲统一起来，甲联合起来。扫罗的时代无法度，总是大卫的时代当作家的。所以咱讲大卫的时代开始，以色列的这个整个历史进入这个咱讲的这个联合王国的这个阶段来面啊。国家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有南边有北边，这两个地区。后来伊的囝这个扫罗对无吼，第三王所罗门。整个以色列这个王国呢，来到一个上，吼、哦，咱讲这个上巅峰的时阵吼，上好的时阵，上钱的时阵，上强的时阵，总是所罗门啊，伊也将国家呢渐渐啊带入去愈来愈衰落，国家有钱就开始想要开啊，想要用啊，想要吃花，所以对所罗门开始，整个以色列。嘛，慢慢要转开，要来转变，吃做较好。后来伊囝后面的这位哦，咱讲这个罗伯安哦，这位罗伯安啊，伊呢就任了嘞，伊做王了安那嘞，人即个南北都分裂啦吼。因为伊要处理这个事业，这个所在咧处理这个国家的这个咱讲这个税捐的这个代志，伊无处理好势，
所以伫即个中间，人吧，诶，即个吼，即个所在袂爽，都大家都分开啊吼。所以以后呢，咱看到对这位这位罗波安以后吼，以色列就变作两个国家，北边的北国叫做以色列，南边的国家叫做犹大。啊，这两个国家呢，真趣味，后来因也无同款，最后的结，因的这个结局也无同款，就是北国后来是这个这个亚述吼，伫主前722年甲吃掉啊，吼、哦，后来是犹大呢，吼、哦，这个这个南这个南国犹大呢，后来是受到巴比伦的这个攻击，吼、哦，两届，最后一届是主前的587年，国家嘛叫伊吃起来，所以到今整个以色列。整个王国的历史就结束。在这个过程中间，咱看到，这个以色列有王国、有国王以后，因的生活虽讲有较好，总是因的信用无一定有较好。先知就是在这个时代内面，是这款情况内面，要表达上帝的话，要帮助这个国家呢，怎样转来伫上帝的面头前，转来伫上帝的信用的中间。所以咱今仔日所读的这个，伫这个何西阿九章的这段经文，虽然咱读15节到17节，总是其实咱要整个来看，整个九章来看，伫这段经文内面，这个先知呢，真清楚想要表达一个真强烈的一个意思，就是讲这个国家有问题。虽然咱足有钱，虽然咱足富，总是这个国家有问题，政治有问题，社会有问题，宗教有问题，这问题上重要的中心就是以色列这个百姓已经安那。败坏已经变质哦，这是国家的这些百姓的问题。这个问题真做一个国家后来灭亡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伫这中间呢，咱大声啊，咱拄啊所读的经文，咱啊对第九章吼、哦、一开始咱来读，咱看到第九章的一开始，才讲到因过这个大寮啊节吼，祝棚节都开始变质啊。哦，就开始变质啦。因过这个节就开始变质。咱读到九章第一节讲以色列啦，唔通伫遐吼，这个吼、哦，这个欢喜吼，袂、哦、那个啊，伫这中间唔通甲这个吼异教徒同款来庆祝恁的节期呀。节期，这个节期，即句所讲的就是这个大寮啊节，祝棚节吼。啊，所以咱伫这中间呢，当然呢，因为咱这个节呢，咱这这基督徒最近咱在。有这个有这个经验吼，好，要记住了哦。好，这个爱祈祷一下。后来哦，个人大家伫心内祈祷，伊就听吼。咱介绍一下，这个大寮节是啥物节吼？这个大寮节拢伫早前以色列伫旷野时，还袂进入迦南地的时阵，旷野的时阵，一开始的时。伊这个名是对这个这个苏克，这个苏克自己就是这个棚子，大家听讲，平吼平啦吼平，对平来吼、哦，所以因过这个节啦吼，是要纪念要回顾因过去以色列旷野时阵迄款的体验，迄款的感受吼。咱、哦、来看这个尼西米。八章即个中间有咧讲吼，啊，咱顶礼拜、顶礼拜咱都有咧过啊吼，咱的这个指导咱都咧过，所以我超感甲咱的相片甲安尼甲登录落来，互咱来看咧。吼、哦，你看，咱嘛咧过即个大寮啊节，对无？是不是？哦，是不是？各位小朋友，大寮啊节对无？吼、哦，哦，大寮啊节吼，咱提下落来，大家提下吼，咱个聚集。所以今仔日呢，咱为着要体验一个真实的即个大寮啊节的感受吼，咱有传递师。哦，咱有穿这个白，有穿白，有鸡啊，所以可不可以请我们这个高小班的小朋友，还有来个中小班的小朋友，好吗？我们有两块布，然后有一些道具，可以吗？帮我们现场搭两个棚子，好不好？可以吗？好吗？好，可以，好，好吧。欢迎来搞安吼，来搞安这个、哦，我们特别从这个以色列请来几位工程师吼、哦，要帮我们把这个棚子把它搭好，好吗？
那就请你们哦，你们这个我们这个道具都在那个钢琴前面角落那里，好不好？然后我们这边可以搭一个，那这边也可以搭一个，好不好？我们用共地就可以来搭。哦，然后这个无声冷气，好、哦，那个我们在静默中进行，好不好？好、哦。哦，来这个真正福气哦，来会当真正有这个机会哦，会当借这个机会咱来感受一下这个搭这个大寮仔节。哦，这拢是刚从以色列起来的工程师哦，咱哦，咱伫这个中间，咱继续来看，哦，咱继续来看，咱讲这个大寮仔节，哦，这个大寮仔节，伊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节气，吼、哦。啊，咱会当看到的，就是讲呢，咱了解重点，就是这个大寮仔节，伊是一年当中的吼、哦，一年当中的。忍不住想看他们两眼哦，哦，好，哦，咱就将这个工程交给伊啦吼，哦，咱来看，咱继续转来哦，咱来看一年当中的以色列人有三个节气上重要，这个大寮仔节是其中一个，甚至是一个上重要的一个，讲一年要哦，这个节气要买的时阵。最后的一个吼，啊，伊这个节气有七天，互咱看到有七天。啊，伫这个节气内面，大家欢喜，大家跳舞，大家庆祝，庆祝什么嘞？庆祝因收这个葡萄，收这个橄榄、橄榄吼，橄榄。啊，纪念享受上帝的这个恩典吼，这个恩赐。所以，列位咱会记吼，若有人讲。妖怪祭祭是咪？就是大寮仔祭，因为伊个名，另外一个名就是妖怪祭祭吼，妖怪庆典是真重要的一个祭祭咯吼。啊，所以咱只简单囥一个吼，因即个因早期吼，古早遮个人吼，古早以色列人吼，以色列人因个即个因个即个即个哦，即个几年个即个咱讲即个因个即个行事历啊吼，咱看到三个祭祭上重要个吼。第一节气是倒位嘞？就是即个人讲寒过节，吼寒过节，寒过节是倒位嘞？咱有听到无？寒过节，而且吼寒过节，吼、哦、差不多是因正月的时阵吼，就是伫咱台湾三四月的即个时间内，这是寒过节。然后第二个节气是啥物呢？就是咱顶摆介绍即个五旬节。哦，存在一只吼，七夕节吼，收割节吼，伫这中间慢慢要进入吼春天啊。今仔日咱讲的这个大寮仔节，倒位嘞？一只吼，就是下这个热天要结束，要进入秋天的时阵的这个时间点吼，伫这中间，差不多是咱台湾的十月、九月的这个时间哦。吼，所以咱知影这个节气是秋天要开始，热天要结束。收遮个做不了，大家要欢喜，要准备要过冬啊！所以咱知影这个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节气吼，会当伫这个中间呢真欢喜吼。啊，所以呢，这个北国咱拄仔讲，整个以色列北国这个吼、哦，这个因起造因家己的这个国家以后嘞吼，因的王这个亚罗伯安吼，就伫北特利这个所在吼，北特利。这个所在，家己来办这个大寮仔节，伊要甲南国安那，吼、哦、来分开，吼、哦，啊，所以咱会当伫这个地方伫上关十二酒家，会当来看到吼、哦。咱介绍这个节，咱念到一个概念，就是这个节伊本来是，参像咱这小朋友安尼欢喜咧伫遮庆祝，应该是这款情形。但是圣经甲咱讲，咱拄仔读第九章第一节，也是咱继续读。第一章、第二章才看到，就是这个节气无同款，伊开始变质啊。就是这以色列人，因开始参像外邦人安尼的方式来庆祝，吼、哦，因这款庆祝的方式是参像咧拜偶像的方式来庆祝。伊毋是做礼拜，毋是三个欢喜感谢偶像，伊内面嘞，就参像安尼吼，咱传播了的，吼、哦，啊，吼、哦，啊，看会当。
哦，啊，伫这个中间无干拜上帝尔哦，伊这人开始拜啥物？拜巴力，哦，其他才会信哦。所以这个官贵者，不是官贵者，这个大条仔者，这个大条仔者呢，内面呢开始安那无同款，无干啦是感谢上帝，甚至唔感谢的是其他的这个偶像哦。更加重要的是一点，我超工转这个图，较细淡薄，因为那个十八岁不宜嘛吼。咱知影台湾吼，拜拜的时阵会请什么？电子花车对无？是不是安尼吼？实在是安尼吼，因为我这个图是抓咱这个中原普渡的这个图，啊，中原普渡真侪所在，伫咱台湾咧办的时阵，拢会请这款钢管秀一只条，吼。啊，所以我看足侪吼，敢若金百度安那。点到为止，吼、哦，啊，其他的拢，小朋友不宜啦，吼、哦，啊，所以咱就知影，咱台湾咧拜拜，咧过节的时是甚款情形，吼、哦，就是伊这内面无干是食好料尔，搁较重要的是啥物？搁有其他的物件伫内面，啊，这物件毋是介好，吼、哦，是迄款有甲即款信吼真有关系的物件，伊说人嘛是共款。因咧过即个大了啊节的时阵，嘛是安尼吼。伫即个中间，因体验到无敢若是一个礼拜安尼啊。因伫即个中间嘛，开始甲遮吼，遮人讲遮外邦人共款，因开始有即个信的物件起来吼。所以咱讲，本来是感谢上帝的一个吼、哦、一个祭祀，后来变做是吼、哦、来拜即个巴力吼、哦，甚至对伊甲求讨即个吼会当收束啥物好物。好料、金钱，吼、哦，遮个物件，吼、哦，佛祭个物件，本来是上帝被即个百姓真欢喜，咧庆祝一款丰盛，后、哦、来变做遮吼，即、哦這个异教徒就是，吼、哦，因拢无信主个遮个人，因较无好个即款，吼、哦，这种方式，特别是因个宗教内面，遮异教徒内面有一个真著名个物件，就是后来以色列伫新约咱咪当看到，啥物呢？就是因真侪时阵是透过啥物，透过性交吼，即款方式来拜因的神明。所以咱看到这是本，这真清楚，这毋是咱上帝的信用，毋是这个以色列的信用。所以本来这个祭仪，咱看咱小朋友伫遮吼，拢摆好势哦，对，是本来是要祈祷人甲上帝的关系，人跟上帝美好的关系，要纪念上帝，要俄罗伊。后来变做啥物？后来伫这中间变做一款交易。哦，一款交换，一款做生意，我来拜上帝，我还传好了，互伊食，烧一点厝互伊吼，啊，看伊会当给我啥物好处啊，吼、哦，变成是买卖，哦，所以这个这一笔都变成就乱起来，哦，好，啊，咱这个，我们暂停一下，咱看到这个，咱这个，聊完已经搭好势啊，吼、哦，我们已经搭好了，吼、哦，吼、哦，这个卡修哥就妹，吼、哦，哦，这个吼、哦，啊，这个嘛，很不错，哦，哦。那这个是高小班的小朋友吗？对，是哦。哦，要不要取个名字？你们的朋友取名字叫什么？啊？这个哦，那我们这是中小班吗？是哦。哇，你们很厉害耶，马上打起来哦。这个好，好。那、啊、我们在下面有没有很凉？好，没有关系。那不要在下面吗？还是要回去？没关系，你们可以待在这里。哦，那如果很清爽的话，那个也可以跟周公在一起下棋，没关系，好不好？好，咱继续看，咱再来看，所以伫这个中间，这个开始改变啊，变质啊。所以伫这个中间，先你就讲以色列实在是足可惜，伊本来是好的善的，但是愈来愈歹，真歹。哦，以色列伊是哦，他讲愈来愈歹。为什么你讲呢？咱看高章的七章。哦，啊是十章这个所在，咱先来看十章这个所在，高章的十章。上帝讲什么呢？上帝说，我第一次当着以色列的时候，因参像伫旷野，哦，看到这个葡萄啊。以色列本来上帝遇见他的时候，以为是在旷野的葡萄，多么美啊！因为咱读到这句的时候，咱有一个记录，讲这是何西阿这本册内面真水的一款譬如。伫旷野出来，竟然发现葡萄啊！哦，伫核市场竟然发现巨峰葡萄，咱拢想象一下，哇，这何等之美丽！给我记一下，竟然发现爱文芒果，哦，竟然发现屏东的黑美人，是不是吼？
欸，这个咱人看这个譬如真水，伊要讲的是以色列本来是一个真水的上帝的百姓，参像葡萄树，甚至讲参像春天的这个无花果吼，无花果，吼，好像在无花果树找到出熟的果，春天啊哦，咱知影无花果这个树吼是夏季热天开始咧结吼，在诶咧大出吼。所以春天是开始咧出，迄个时阵咧果子是上最珍贵。所以伊用这个譬如咧讲，以色列本来是上个真珍惜、真珍贵、真好、真水的一个百姓。但是咧后来呐，纳入去这个拜偶像的这款问题吼，掉到了偶像崇拜的深渊吼。所以咱读到伫这个十节才有讲到讲，因后来呐来到这个比尔山这个所在开始来拜这个巴力，都开始跟因所拜的这个神同款来看，真看哦，都开始因的道德愈来愈歹。咱看到为什么拜一般的宗教内面拢有这款的问题？因为因咧拜拜过程中间，因未去求公义，因未去求道理，因未去求这个社会有公道、有真理。大部分求的是家己的个人、私人的利益。予我赚大钱，予我做大官，予我会当快当摕即个6000衫，还是即个8000衫，摕了无人知安尼，是不是啊？吼、哦，咱想象前几工啊，可能有一个人会去庙内，因讲拜托，莫有阮兜藏的叫人抓去，吼、哦，甲阮保庇一下，就是安尼。咱安尼考试重点是咧考试即款人，是要讲的，就是讲因所求的心内想的，吼、哦，意爱是个人的需要。所以真侪时阵，人的需要愈来愈大的时阵，就愈来愈自私，愈来愈怕。然后最后就安那，大家相加，吼、哦，6333分袂出去了，6300都包安尼吼。所以咱第一条，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吼、哦，道德愈来愈歹。所以这个真水的葡萄，这个真水的这个无花果呢，愈来愈歹，吼、哦。所以伫这个中间，先你佫讲，我伊讲足侪，讲伫。指甲这个所在吼，嘛、哦、是同款。咱知影北国这个国家后来，指甲是因顶摆的所在，参照这个哦，咱讲这个台湾这个佛光山啦吼，因顶摆的所在，总是伫这个中间，伊竟然不是拜上帝，是拜其他的神，是拜偶像，所以是愈来愈歹，愈来愈诡异。后来呢，神理也讲吼，伫高赞才有讲到吼，因、哦、做歹代志，就参照古早这个字。基比亚这个所在同款，基比亚是甚物款的？这个经文，就是咱看高中刚才遮所讲的。咱来登去看这个伫头前的史书记，哦，史书记十九章的时阵，咱的青年拄仔才读了一段来头，迄段是真可怕的，哦，的一个经文，就是有一个利未人带一个某要登去伊的厝，结果伫基比亚这个所在休眠，伫暗时的时阵呢，有这个暴徒啦，哦，歹人来。哦，然后呢，真可怜的是，这个利未人的某，叫伊掠出去安那呢，性侵到死。哦，总是咱若去读这段经文，咱知影讲，迄是一个足无好、足败坏、足残忍，哦，的一个时代。所以伫这个经文，伊阁一再去强调讲，咱这以色列人愈来愈败坏，到这款程度，变成这款哦情形，参像哦僵尸同款。我们说受洗嘛，最后咱也看到，伫这个中间，先你也讲，这以色列人愈来愈拜，无干那是做这个歹代志，因为拜偶像的关系，人家搁较可怕是因不爱听上帝话，所以拒绝先知啊，拒绝先知。哦，咱也看到这70到80家，哦，70到80家，哦，因讲这个百姓讲啊，做先知是啥啦？空的，哦，是空的，是笑的。哦，做先知是大傻瓜，受灵感的人是疯子，因笑才会神经，因不爱听伊的话啊！哦，啊，所以咱看到一切中间百姓的派派到一个程度，因拒绝神经，哦，因怨恨神经，因一切中间甚至要陷害神经，迄、那个70到80讲，甲神经产生啥物鸟啊，蚊啊，甲掠起来，安尼，哦，所以咱看到伫这款情形内面。以色列人实在是害怕这款程度，要安怎？哦，怎么办？如果有人很坏，这时候怎么办？如果我们这边呢开始有很多人，比方说我开始带头为恶，哦，我在那边开始揍人、打人、骂人，怎么办？
什么？上帝的方式就是咱今仔日讲的这个主题，就是来大摒扫、大扫除，来大摒扫。哦，上帝的审判甲这个处罚，哦，审判跟惩罚，都是伊对罪恶的一个大摒扫。哦，大摒扫，好，大扫除，哦，是不是安尼？哦，伊要开始来摒，哦，安怎来摒呢？大圣上帝宣告，什么呢？要对这个以色列来做一个大摒扫。所以伫九章的三十到来。到六十只有讲到，讲上帝要予遮个百姓人无得食，无物件通食，无酒通啉。为虾米要予因知影讲，原来因真正予因遮个物件食个，毋是因拜个迄个巴利，乃是上帝。所以上帝要开始用即款方式，将目睭前目前当着遮个歹代志甲处理掉，吼、哦，予因无得食，予因受着即个外邦来。哦，来掠哦，被外邦国家灭亡。咱拄仔讲着，北国主政720年，啊，真正国家就叫食。所以伫这段先知已经咧，哦，伫这中间咧预言，哦，咧讲有这款情形，互因的生存遇到困难，哦，互因的国家灭亡，哦，特别离开这个上帝所应允的这块地啊，甚至转去埃及这个代表一个受掠。哦，捆绑的一个所在，哦，伫这个中间，先知已经咧讲，因若是继续行落去，国家会破，啊，的确会破灭掉，吼，耶稣就甲伊讲，过来因会失去什么？上帝百姓的身份甲自由，因无法度继续来拜上帝，来敬拜上帝，因也食一款垃圾的物件，所以垃圾就是干啦，甲外邦人食同款的物件，咱知以色列人是无爱食猪啊。哦，因是爱食猪肉，来，安尼歹势，因就甲遮个亚述人做伙，大家食吼，看要食即个猪排还是哦，看是要吃日式猪排还是要食啥物？对遮个以色列来讲，这实在是一个真无好个代志，哦，不洁净个代志，甚至因诚济哦奴隶啊，哦，即个奴隶吼，三十到五十只咱当看，啊，伫特别伫即个中间先知强调讲，因是无。对上帝无信心的人，所以呢，伊我都因的敬拜上帝歪，吼、哦，这种个歪接受，因为伊是垃圾的人，所以伊活伫这个无上帝的所在，是一个垃圾的所在。这拢是神理伫遮用这款代表，这款意象咧强调讲，一定伫罪恶中的人，怎样去体验家己的罪恶？吼、哦，这个意象咱马上会当想到是新约内面的迄个流浪的迄个浪子，伊最后甲地做伙垃圾的所在。食甜的物件，垃圾的物件，这以上拢会当做一个吼、哦、一个串联，伫这中间来看。所以伫这中间，这百姓因为因家己的罪恶无哦，无真正来哦敬拜上帝，因所遇到的这问题，因甚至爱哦走去外国的所在，甚至死伫外国，我都来得到安息。高中的六章，神理讲安那嘞，伊讲哦，伫这中间埃及人要来共。哦，带因的这骨头，哦，而且中间要强调就是讲，伊无法度伫家己的故乡来死，甚至死了，当转来家己的故乡。伫犹太，因的这个哦，因的这个哦，这个传统来人来讲的时阵，那是死伫国外，拢爱转来去家己的所在，这才是一个安息的一个意义。总是伫这中间，咱看到伊无法度伫家己的故乡，哦，来安息。最后伫这中间，11-14节。先知也讲，即以色列人要失去阳光啊！因甚至后代要断，吼、哦，要即个断绝，就是无迄个后代。哦，这是足严重的代志。咱知影即个重点是即个所在，就是上帝，伊要大拼扫的时阵，伊无敢拼即个时代的人，伊要将即个时代的人，伊的后代有可能会继续制造遐歹的物件，伊也要甲扫除。所以即摆歹，伊来歹上帝拢要改改，拼了了，这叫做大扫除，这叫做大拼扫。所以败坏的人，因失去上帝的恩光，因为人本来有上帝的形象，咱表达上帝的恩光，即摆看袂到。咱伫行路内面看到真侪人，可能歹声扫，因为因心中无上帝的恩光，因咱袂当看到上帝的迄个恩光伫个心，上帝的良心，上帝的疼。伊失去上帝的阳光，基督徒，咱真侪时阵
会当渐渐圣神引带咱，互咱改变来反映上帝荣光、良善、疼、慈悲等等遮个真水的一个品格。因无法度生产，无法度怀胎，无法度生孕，吼，没办法成育，甚至囡仔生出来无法度生长。伫这个中间，实在失去上帝祝福，创世伫一章上帝讲要互这个人个呐生化济济。伫这个中间，上帝要互伊无法度生。重点就是上帝要大变啥，将这派未来的这人拢甲清了了。所以伫这个中间，上帝表明伊要大变啥这个决心。吼、哦，三十到六十讲上帝，伊大变啥日子绝对会来。吼、哦，这个三十到这个咱讲这个第六十才有在讲，上帝也要将这个罪恶安那看伫眼内，伊要纪念这个罪恶，伊要亲像做起来看，然后伊要来处理。伊要来斩草除根，吼、哦，要来搁清了了。所以十五节、十六节，咱拄仔所读的这段经文，咱若读起来，咱会惊啊！伊讲哦，这哦，讲这个啊，伫这种上帝讲安那嘞？伊讲他这个，我在这个地方开始憎恨他们，由于他们所做的坏事，我要把他们赶出我的土地，我不再爱他们，因为他们所有的领袖都背叛了我。以色列人像树干枯一样，不能结果子，他们不会有后代，即使有，我要把他们的儿女锁。所爱的儿女杀了，你看这个话讲啊，我这真是太可怕哦！上帝杀红了眼睛，听到没？其实咧讲的就是上帝要斩草除根，歹的物件爱甲处理个好势。这个物件真多，上帝要来行一个观感哦。这我想到，因为我真爱啉咖啡哦，所以我这个早起起来拢会泡这个打这个咖啡豆，然后喝咖啡啊。啊，迄、那个咖啡粉吼、哦，我们就拿来除湿吼，拿来这个这个派味吼，除那个除臭除湿。但是真趣味吼，迄若是春天的时阵吼、哦，一盘咖啡粉吼、哦，半干完啦，都生啥物？都生果啊吼，还就长。啊，若是热天的，差不多爱一天到两天。啊，若生果起来，规盘啦，拢爱甲蛋散。所以咱用这个概念去想。上帝会斩草除根，伊要把这个歹物件清哦好势，清了了吼。这款的观感是非常来讲刻骨铭心，也是非常深刻在咱的心内，互咱来看。特别对这个无听伊吼伊的话的这个百姓，咱看到。第四面就是伫咱所读到的这个十七十节吼，讲、哦、我所侍奉的上帝要弃杀伊的百姓，因为伊无听。伊的话，伊要伫个国中来流浪啊，吼、哦，互因来反省。到今为止，咱看到先知册拢是咧讲这个主题。这个人若是看病，若是伊的灵性歹去，若是伊败坏，上帝要哪处理？规地甲污掉，吼、哦，规地甲污，甲污起，甲清理掉。所以，伫这中间，咱最后来想这个，当上帝要大扫除的时阵，咱要安怎来？来欢迎，来看，我们该怎么办呢？首先，咱真清楚的一点了解，就是世上的人，甚至包括咱每一个人，真多基督徒的人，咱拢安那嘞？咱真侪时阵拢受着罪恶的污染甲捆绑，真侪时阵，特别是世间的人，咱拢是上帝大摒扫的这个对象，无干那是这个咱拄仔所讲的这个古早的这个人。每一个人，咱拢受着罪恶的捆绑，所以咱发现，咱起码咱悔改，咱转换去，吼、哦，来转向上帝，咱相信领受耶稣基督的救赎，奉基督的名来受洗，咱伫圣神内面得着新的生命，安尼，咱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生命，都产生咖啡粉、微博豆条，搁换成一个新的，但是一个无同款的所在是，咱的新的生命。愈来愈未受着罪恶的捆绑，安尼才对。所以伫这个中间，咱看到，当咱面对这款的，咱讲哦，大变数的时阵，就是甚物？一句话，性命改变，性命改变，性命更新。旧的垃圾的罪恶的性命甲诞生，新的性命会有当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基督徒甲教会，咱伫这个中间，咱常常来好欢。好、哦，来做这件代志。更加重要的是，这段经文内面有一个提醒，就是咱拢真做上帝的神子，福音的这个萝卜，
咱拢看爱即个守望者的角色。先知伫九章的八节讲，因是来守望、来固守即阵百姓的人，这非常重要。基督徒甲教会，咱是守望者。吼、哦，所以我特别找即张我做兵的时阵，伫东印即个所在的灯塔吼，咱看到即个海面中间的物件守望。啊，即、這个诶，即款的意象，互咱来思考。教会基督徒，咱参照灯塔，咱守望，咱看即个世界，吼、哦，最最个在吼好诶、歹诶，在代志。所以咱参照一个阿兵哥，伫即个中间来固守，吼、哦，来守望。上重要是会当敬拜，会当劝勉上帝百姓，也是世间诶人，会当转来去上帝遮行信仰诶即个正路。所以马太信用马太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甲咱讲基督徒就是啥物？世上的阳甲光啊，咱是守望者，咱是阳，咱是光，爱有即个世界啊，来去修暖，爱乌暗甲照光吼、哦，为照即个世界，咱来固守吼，为上帝真理来发声，甲即、這个吼歹的物件、歹的世界来争战，这非常重要。过来，咱彼此。爱来固守，教会内面，咱拢是这些，咱兄弟姊妹互相固守。有甚物所在我做无好势，咱来甲我讲。吼、哦，真个时阵，会友、兄弟、牧师、传道，大家互相守望。吼、哦，我身上若是有生果歹势，吼、哦，歹歹食歹看，请你提倒来甲我分。你若甲我分的时候，你是甲我帮衬的，是毋是安尼吼？就是讲，把迄个歹的物件给处理起来，吼，咱会当互相来顾恤，互相来守望，这非常的重要。当然，上重要是为着咱家己，为着我来是吼，咱内面的我，好好来顾来顾恤，因为咱基督徒内面拢有两个我，一个是旧的人性，一个是新的人性。这个时阵，咱互相竞争，怎样互新的人性赢过旧的人性，这个真重要。真侪时阵，咱互相赢。在这个中间知影，咱会当在这个中间来固守这个歹的物件，甲处理起来。最后，毋忘咱今日读这段经文，无干那因为先知的这个审判的这个话语来惊着，乃是搁较正面来看，就是讲在这个中间，先知甲咱提醒怎样在咱性命的歹，甲处理起来，然后在这个基督的新的性命里面，会当有一个新的可能性，新的开始。咱确实，咱仰望，咱挖苦，会当伫这个中间，最后咱知影这个世间要结束时，上帝有审判，有大变数，要伫咱的性命中间要来看，要来经历。伫这个上帝的大变数以后，咱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天，新的地，就是一位咱新的永远性命的新的大了啊！者，毋忘咱对这点。继续来走这条基督徒的天路的时阵，将来咱会当伫这两个平的内面来庆祝、欢喜，俄罗咱的上帝伫永远的信仰中间来体验上帝的疼爱。咱同心来祈祷，主啊，感谢你，搁一届将你的话伫阮的中间来甲阮启示。我实在体验到，伫阮的生活，伫这个世界，伫这个社会，甚至伫阮的教会，阮有侪侪要进步的所在。主要阮每一个人伫真侪时阵，伫阮的心中，阮凡事有歹的细菌、歹的物件、歹的人性。总是主，你是接纳的主，你是疼痛的主，你是摒扫的主，你是看顾的主。你要伫这个中间，互阮搁一届，为着阮家己。有教会彼此为这个世界来守望、来守望、来互相来提醒、来敬拜，让阮的性命伫你的内面，伫你的中间愈来愈水、愈来愈有疼、愈来愈有一个新的性命的宽恕。愿你帮助阮，借着你所给阮的这些话语，愿搁一届有搁较激烈、正面的气力，让阮毋忘仰望你。予阮的教会，予阮台湾的社会，会当伫这个歹物件中间，会当愈来愈少，
伫好诶新诶信仰会当愈来愈大，互阮诶好会当赢过歹，互阮诶新诶信仰会当赢过旧诶人生。愿你伫阮诶中间继续甲阮摒扫，也帮助阮，互阮照着你诶稳定，愈来愈大汉，愈来愈成长，愈来有水诶见证。献上阮诶感谢，基督拢想到最后所基督诶名。Amen。咱即摆阁做伙来唱《圣诗》324首，《圣诗》324首。加油！